我听到放屁，水屁，你的水屁，我的水屁，我现在的标志是水屁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对，它是外面包着酥皮呀、啊，酥皮，然后里面是臭豆腐，臭豆腐最招牌的。来给它吃，好香哦，外面是那种奶香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嗯，这里像面包店，面包店奶香。好棒，真的。妈妈来配热汤，配热汤。OK， 配热汤。这个真的好好吃哦，是吗？很特别。哎、欸，你有幸福的感觉。外面的皮真的是很酥很酥、嗯，然后就是像派一样一层一层的、哎，但是呢，咬到中间就吃到那个豆腐有没有？嗯、就变成很绵密的口感，对对对，那个感觉很，先咔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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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是咬到豆腐就会咻，融化，对，我会变融化。人家讲的很丰富，看来他是认真喜欢。这个好吃，相信观众在注意，他不喜欢的那就讲很少，开始瞎掰，讲不出话。你干嘛看我的？我也有，我的耶，我也有，这是我的耶。不好意思，不是，我在别人有，我就想看一下，想看一下。它里面有包哎，包肉哎，是肉肉馅那种，刚刚没发现。哦，不错，好看，哦，里面的那个肉馅的部分很像麻辣口味，真的，它有点像是蒸肉排的那一种，奇妙又好吃。这是一个。当做一个点心，就可以拿去那个世界的什么点点大赛比赛，四种口味哦，对，都买了，都来了。第一个这个是什么？看得出来吗？我们不说，你吃看看。高丽菜，好吃，而且里面放的不止高丽菜，里面还放很多红萝卜、冬粉，这里面水分很多，然后也有口感很多次，吃到肉的一定会喷，一定会喷汁，是不是？上面这一层微微带 Q。然后还有类似像包子的那种甜味，但是完全不需要沾别的酱什么的，我觉得那个味道刚好足够。高丽菜肉包，刚刚是高丽菜，然后这个是加肉的。いただきます，算是最传统的。哦，你在吸它的汤是？哇，好多的是。有肉就那个会真的会喷汁，不一样，那个香气加倍。我们不喜欢吃素啊，吃素这个市场留给别人做。直接吃肉包。好。哇！我听到放屁，像放屁的。说的是，哇！水屁，你的水屁。我的水屁。我现在的标志是水屁。啊！我们咬大口哦，你小心。啊！你小心。好烫！我感觉太烫了啦！哎，肉包真的好好吃。我以为那个调味很重，就是胡椒啊干嘛？对。但还是吃得出那个猪肉的甜味。对对对。